这个时间谁会来我们家、啊？大老姨妈，高嘉悦。救你！哎呦！哎！哎！哎！我还你不干呢的。妈，今晚是不要弄了。不是啊，你过来干嘛啦？买菜多少钱啊？高嘉悦，来帮忙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新手上路，新手上路。如果赶时间，改天再来；如果不赶时间，排成一整队好不好？排成一整台，谢谢。朋友上礼拜去你餐厅，就说都倒了。真的倒了？哎呀，我那100万。你怎么有100万？想好好吃顿饭那么难的、啊？身为一个大海的男人，死在海里难受。靠！他挖进装备，漂在水上，要是被海龟吃掉怎么办？你怪怪的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出事了？想家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看看你们？因为他们你才回来的吗？哎哎呦！我腰闪到了，我要去做复健。怎么跟他吹气没有说痛啊你？爸妈年纪都大了，你没有尽到照顾他们的责任，你还想留在家里啃老啊？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？没啦，全世界都需要你啊，整个家都需要你，你好不好？谁知道一回来，才发现他们的生活过得乱七八糟。我要去新国民呐。已经拿去仁和了，去新光明，仁和比较近啊。开明，我下车。不要闹了啦！我爸，不要，他的腰不要碰我。好了。所以你有看到那个女的？还拿他的手去碰你的腰？我只要想到你们两个搂在一起，我就头晕、恶心、想吐，我便秘。你妈疯了，我懒得理她，你们自己吃啦。王东，你神经病啊？你才有病呢。让我感觉到了一种，再读一下哦，很好哦，恋爱的感觉，近旧朋友，老同学了，对，小孩生出来怎么办？这我连他这个女生是谁都不知道哎，刚才啊，你什么时候跟那女生见面啦？啊，不要烦我啊，那你带妈妈一起去好不好？妈妈想要看。不是，老婆你冷静，约会没有再带妈妈的啦，这样你也知道她漂亮哦。阿北，拜托啦，你是红枣，悠悠，哇，初次见面真的好开心哦。我觉得那个女的今天第一眼看到我，她就跑了。啊，拍谁了？这个算我失误。她没看过我，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喜欢我？你看看我。你要不要干脆跟妈离婚算了？跟那女的去过。喜欢的东西，并不一定握在手里啊。远看也是很美啊。要好的。我会，你也要。好好长大，不要学我。爸妈对我那么好，我能说不管就不管吗？那个依琳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好啊？然后跟一个结过婚离婚的在一起，你们在乎我想要什么吗？淘宝这件事情啊，我做适合了，不适合你。至少在我下次离开的时候，心不会留在这里。妈，你刚刚说还要叫什么什么培根什么，我忘了。培根火腿啦，培根火腿肉片葱油饼。你是鸟的记忆哦？鱼的、啊、我记得是鸟。